用我哋呢一边民主派嘅人士，我啲民主派咁收翻佢。我不是说所有是政棍嘛，自己这句话入了我的口。黄小朋友呢，我就可能即上次以事论事，他都表态过话将来可能是行政治这条路，那我也都希望他将来是真心爱国爱港，去做一个好的政客，而不是做一条政棍。我哋愛港都有啲似喎，以前中意著到黑掹掹，而家改變咗啦。